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恒河，欢迎大家来到恒河观点频道。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二。今天呢，主要讲一下四川地震。那我们知道，四川泸定呢发生了6.8级的地震。那首先呢，我觉得哈，应该对这个受难者呢表示哀悼，对这个受灾的民众呢表示慰问，希望呢能够尽快度过这个难关。今年的大灾呢是不断，而且是全国范围的，这个呢不是一个好兆头。当然了，这个地震本身呢，它出现之前呢，也有很多异象，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重点讲一下哈，就是有人注意到呢，这一次哈，地震是在四川。很多人注意到了，中国有句话嘛，叫做“天下未乱，蜀先乱”嘛，“天下已平，蜀未平”。那就是说，四川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上面呢，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有人考证了，说历史上从秦开始并非如此。不过人们至少记忆的，就是这几代人能够记忆的哈，最近的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国初年，这两次朝代的更替呢，是这种情况。明末呢，明末清初，大陆最后平定的就是四川，四川的这个川东十三家嘛，这个呢是符合。天下已平，蜀未平，其他地方都平定了。当然也有人说台湾其实不算了，因为这个只算中国大陆。清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正式攻占这个台湾之前呢，其实台湾并不属于中国。而正式攻占的时候呢，他已经失去了，就是他已经没有了一个王朝的授权，所以他那时候就属于流寇了，不代表中国本土政权。那么值得说一下的呢，是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这个呢完全是符合天下未乱，蜀先乱的。我们先说一下哈，就是在这之前，在这个辛亥革命之前呢，同盟会在南方，特别广东啊、广州那些地方多次发动起义，都在这个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失败了。也就是说，当时哈，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的机会是相当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转机，一个机会可以说。1910年的时候，全球股市暴跌，出现了金融危机，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么当时就影响到了清朝朝廷的这个财政，需要向外国借款。于是呢就看上了铁路，因为你这个东西啊，就抵押贷款嘛，要抵押，拿什么抵押呢？清末中国的铁路呢是修铁路热，到处的投资修铁路。那么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铁路的事情。这事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把它归纳一下，就是清末的时候有一些出现了一些事情。一个呢是川汉铁路。我们知道川汉铁路呢从官办是1904年开始的，到后来转为商办是1907年，然后呢又去收归国有。大概是1911年前后，大家是不是听上去很熟啊？从这个国营到民营，然后又国进民退，有点像。那么关键问题呢是四川民间的股份呢，除了这个就是自己认股的，还有一些大的投资以外呢，它最主要的是就是四川的按照农户来这个投资的，所以它叫做这个抽租制股，就是它是强制性的，随着你的就是你的田亩能产多少粮，是根据这个来征集投入股的，所以呢，全四川纳税的农民都是股东。那么后来呢，就为了保护这个股民的利益嘛，当时这个就说不借外债，不收外股。那么这样民间成分呢就越来越高，所以呢就有很明确的呼声，就是说要变成一个商办的，就不要官办了。所以到了这个1907年的时候呢，官股就退出来了，所以说呢名义上呢就成了一个商办公司。但是呢在这个管理层哈，因为一开始是官办的，所以管理层呢层层都是满清的官员。那么名义上成了商办公司，但是呢还是各个阶层管理层都是官员，
所以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就是说，从表面上呢，跟中国现在情况其实差不多，就是很多私营企业它都有官方的背景或者官方的入股，甚至还委任了中共的官员。其实这情况很像。那么金融危机之后呢，就是要抵押贷款的时候，还能够抵押的东西呢，就是铁路。1901年的时候，张之洞呢就受命哈，就督办湖北境内的这个铁路，就包括川汉铁路和那个粤汉铁路的湖北湖南这一段。后来张之洞死了以后呢，就是由这个重要人物就出来了，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受管办了。那么1911年的时候呢，正式宣布哈，就是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就是国有化，要把原来给民办的、给商办的这个铁路呢，再收回来。特别是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哈，那么中央呢就把这个呢就是向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四个国家的银行团集团呢，就是订立一个借款合同。总额呢是600万英镑，那时候600万英镑大概可以修很多铁路了。那么这四个银行呢就享有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有人还说啊，除了这个修筑权以外呢，还有经营权，还有收益权。但是呢，因为清政府要收成政府的，然后才能够去给外国银行抵押嘛，那么他就必须要对这个原来的私人投资者呢进行补偿，那么补偿呢是明显不足的，所以呢各个省他因为买这个股票的很多省呢，南方各个省呢就出现了反对浪潮。那么盛宣怀呢，他本来呢是想和每个省分别去谈判，就是把这个危机呢分化瓦解掉。但是呢四川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四川呢发现了一个官员的亏空案，所以说呢这个四川的反对呢就非常激烈，最后导致保路运动的发生。那么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事情呢？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其实都不是谁动员的，甚至连保路运动哈，它的动机都不是那么伟大的，不是说为了推翻满清，保路运动没有这个动机的。就是到保路运动爆发的时候呢，川汉铁路一共从民间募集的资金呢大概是1400万两银子，这个这么多，大概有700万两呢，用已经用于这个建设铁路了，剩下还有700万两，当中呢，有300万两被挪用亏空了，那就什么呢？当时是广州知府，就是公司驻上海的经理，这个人叫施典章，他呢在上海炒股，炒什么股呢？炒橡胶股票，结果呢亏空了。就是所以剩下的除了用掉的700万以外呢，还有700万已经被炒股炒掉了，亏掉了300万了。那么我以前谈过哈，有一个著名的蝴蝶效应，这个呢是混沌学或者叫 chaology， 它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巴西这个亚马逊这个原始森林里面的一个蝴蝶拍了一下翅膀，一个月以后，在这个太平洋上出现了一场风暴，它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蝴蝶效应呢，其实呢，这个炒股最后导致这个清朝灭亡的辛亥革命，它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橡胶股哈，当时是非常热，一方面呢就是橡胶的广泛使用。那么最直接的因素呢，很可能呢就是跟这个福特汽车公司有关系。我们知道，在1908年的时候呢，福特开始批量生产 T 型车，那个时候呢是福特 T 型车啊是美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车，所以那时候呢就导致对这个橡胶，因为生产轮胎嘛，导致这个橡胶的需求大增，所以呢马上就出现了橡胶的概念股在上海市场上。在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上，一夜之间出现了无数的橡胶公司，就人人争相炒作，都想到里面赚一笔钱，所以就形成了很大的橡胶泡沫。到现泡沫破裂的时候呢，很多投资者就彻底破产了，所以这是川汉铁路亏空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
清朝当时呢，清廷呢只同意哈，就是400万两，他们国家可以给他们提供保利的股票，但是呢，亏空的300万两呢，清政府不管。那当然，清政府不管，又不是他亏空的，是你们炒股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铁路系统自己，虽然说是清朝官员哈，但是他实际上是自己的腐败造成的。那么当时呢，所以呢，这个保路运动的启动因素呢，其实啊也不是那么，冠冕堂皇的哈。一个是川汉铁路的公司呢，它管理层为了转移这个目标，就是说大家都对这个筹集的款项到哪里去了很关心，那他们呢就设法呢去鼓动这个投资者，就是四川的各界民众去反对这个国有化，这样的话呢就把他们的责任啊就推卸掉了，转移掉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商人投资的，就不是那个田谷农民投资的哈，就是商人投资的股东，他们有股份大嘛，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因为去掉一半了，他就等于钱就丢掉一半，那么他希望呢就是一个呢就是继续铁路私营继续下去，那么钱可能再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要官方全部赔偿，所以呢就发动四川人呢去抗争，这保路运动就这么起来的。所以不管这个运动哈参与的人是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它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孙学怀当然就不答应这个条件了，他当时是邮传大臣嘛，当然不答应。这样的话呢就四川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开展起来了啊，这就这么弄起来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事情就是典型的教科书的内容了，就是四川总督嘛，就赵尔丰就开始镇压了，就发生了成都血案，然后保路运动呢就发展到了武装起义了类似的。那么清朝政府呢就命令这个端方率领湖北的新军呢到四川去镇压，湖北就空虚了，导致武昌起义成功。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一环扣一环的，它几条路同时走过来，最后呢集中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带有偶然性，但是结果呢却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人为努力所能够达到的。其实你看啊，当时孙中山人都不在中国，在国外，可见并不是在计划之中的武昌起义。当然有可能，就至少很可能不在孙中山本人的这个计划之中。而这件事情所有的当事人啊，其实都是在尽力的维护清廷的利益。你像孙学怀就认为铁路就应该国有化，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嘛。另外一个呢也是为了能够向西方贷款，所以说这是孙学怀，他肯定是为了保这个清朝政权。而像西方贷款呢，他又是金融危机，就是清廷的财政危机，那个时候正好是庚子赔款呢定期要付利息的时间，而这个上海呢当时那一年应该承担多少呢，大概是170万两，但是那笔钱呢已经被作为官银啊去应付稳定市场作用了，就是去把它预付出去给了这个各个那个银行去稳定市场用了，所以说这个钱就没有了。而川人武力保路呢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这个投机橡胶股失败，当然不是四川人投机，是其中一个官员广州知府。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他居然原因是这个。所以说清廷当时清朝绝对想不到这么多，而且呢想到了他也防不了，因为他每一条路啊都不是他能防得了，他能防得了的就是孙中山在广州起义，他那个能防得了。所以说当时如果是不是这么一系列的事件汇拢起来的话，而是同盟会再次在广东或者其他地方起义的话，那么被镇压失败是一个非常大的概率。但是呢显然天意如此，就是老天没让那样的事情发生，却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说你总有防不了的地方。而这个事情呢就是跟中共现在面临的局面啊相当类似，就是他能防的都防了，他的维稳，他的军事，他的武警，就这一套东西啊，你不可能说，大家都说不可能有一个武装起义能够去推翻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确实很可能是你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呢清廷
清朝最后崩溃呢，它实际上是已经内部的机制全都没有功能了，所以说呢，一系列事件才能够累加起来。你像四川哈，四川地震其实不少见，我们来谈一谈。光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话，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9年的九寨沟地震，但是这么多的灾难哈，在一年的几个月之内密集的出现，确实是非常少见的。疫情、大旱、火灾、高温、地震，一连串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哈，有过这么多重大的天灾结合在一起的，58年、59年不算，那是人祸，直截了当就是人祸。哪一年有啊？1976年有一次，那次也是很奇怪的。中共的三个巨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不到一年内全部都死了。那么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三个最主要的人物，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共实际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这个我想大家都没有意见。即使是刘少奇当第二把手或者林彪当第二把手，周恩来都是这个作用都是实质上非常大的。朱德呢，虽然说建政以后他不太出头了，但是建政之前他至少是中共军队的总司令，所以不管是刘邓也好，还是这个陈粟也好，还是谁也好，都是他手下的，所以把这三个人称为中共的三巨头呢，应该不过分。一年之内啊，全部都离世，这个非常不寻常的。而毛泽东在死以前呢，更发生过两件重大事件，一个是3月份吉林的陨石雨，一个是7月份唐山大地震，数十万人丧生。还有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情，就是全国大面积的76年啊，全国大面积的竹子开花。竹子是很少开花的，一开花这个竹林就死了，就这一片竹子就死了。它要开就是一片开，然后这一片就死了。几年以后它可以再生，但是当时是都死了。76年甚至发生过一个起事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由于熊猫保护区，就是在四川和甘肃交界那个地方哈，由于竹子的大面积开花死亡，导致100多只熊猫饿死，这个事情有报道的。所以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竹子开花必有大灾，有这个说法。另外呢，就76年哈，北方很多铁树开花，铁树呢在美国叫做 Sega Palm， 其实南方呢年年开花，我觉得广东那个地方应该是铁树年年开花的，但是到了长江以北呢它就不开花了，天冷它就不开了。那一年说长江以北很多铁树开花了，其实这就是一连串的异象，就是这种大异象哈，它一定伴随着某一种人间的大变化。那么我们就讲一下这次这个人祸因素，因为在中国呢，天灾和人祸呢一个是常常并行的，而且呢天灾过后呢它多半都有人祸，这是在中共统治下哈。那么这次如果发生大规模的人祸的话呢，其实就是由封清零封堵这种政策造成的。网上流传了几个类型的视频哈，一个呢是居民破门自救，这个我就不列了，大家可能都看过了哈。一个呢就是有一个视频，教师让这个学生头顶着书本防震，这个呢我个人倒不觉得一定就是这次的，有可能是以前的，这个来源不明，也不知道他头顶的书本是干什么，是不是防震，我很怀疑，这个我们就不算。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大白或者是这种当地的地方官员和楼里面要往外边跑的人呢发生争执，那么这个里面的居民呢被锁着不能出来，那外面官员就说楼没有倒你就不能跑。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哈，这是属于蓄意谋杀。再一个录像呢，就是救援人员到了以后呢先排队测核酸，这个大家都觉得荒唐的不得了。那么我主要想谈一谈就是封楼哈，是继续封还是开门让居民逃生这个问题。就说别看你发指示，习近平也发的指示了要这个救人为主，但是你把人封在这个楼里面，这怎么叫救人呢？其实很多时候救人啊很简单的事情，
跟其他还不一样，有的时候救人呢，你需要去辛苦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呢，在四川这次地震的时候，最好的救人的方式就是当局别管，你不管，让人家所有的门都打开，这就是最好的救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共产党啊，越不做什么事情，对老百姓越好。当然，大家对这个大白很愤怒了，因为这件事情太不合常理了。楼如果倒了的话，那么这个楼里面的居民还在楼里的，他的死的概率哈、估计至少在90%以上。如果说放大家逃生的话呢，那么这些人被感染的概率呢，应该小于10%，就是说可能因为逃生过程当中被感染，这个可能我估计小于10%，其中呢重症呢又小于在感染人当中又小于10%，甚至1%以下。也就是说，如果完全开放任由居民逃生的话，那么因感染上升的也不会超过因楼倒上升的1%，绝对不会超过。所以这种事情是不需要计算的，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么你要想拯救一个生命怎么做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很高深的学问的。结果呢是反其道而行之，封锁第一。那么这些封楼的大白呢，你当然可以是警察，也可以是中共的基层官员，也可以是所谓的志愿者，但是不管是什么人，他代表的都是中共的权力。现在不知道哈，楼不倒不能跑的有多少，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有这样的录像。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说说了楼不倒就不能跑的，有一例就是谋杀，更何况我们知道肯定不止一例。那么应该怪谁？这就是个问题所在了。怪大白们，对，大白们是在完成他们的工作，当然他们要承担他们的责任。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哈，就是这个犹太人的那个被关押的地方，这个着火了，在后来这个看守绝对不放他们，结果看守后来被判了，他是纳粹的，当然他们要承担他们责任。但是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开门就能够救人，锁着门就可能会死人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显然就是在置人死命。为什么有一个让这么多人置这么多人死命的工作？这才是重要的。就是说，以前有很多人说哈，就是说，在你作恶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你别指望他们枪口会抬高一寸，因为那是对立的双方。枪口抬高一寸指的是对平民开火，如果是在战争当中的话，那么你说起来的话，双方都是穷人子弟，对不对？就像中越战争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对方都是阶级兄弟嘛。但是问题是，那时候你枪口抬高一寸，你就被人家打死了呀。所以说，这是一个对立的双方，抬高一寸。他认为哈，因为他认为跟你就是敌人关系，不是说他在帮助你，或者你在帮助他，或者是共存的关系，是敌人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抬高一寸他就死了。事实上呢，中共也确实会惩罚这些抬高一寸的人。所以说中共他并不把民众哈完全当成韭菜，韭菜是仅仅收割了利用，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民众当成敌人的。韭菜还不是敌人，韭菜是为他服务的。所以说，那么这个呢是有历史渊源的哈。我们知道哈，就是一个是长春围城的时候，共军士兵我们知道哈，从城里面跑出来的人跟，甚至有这个《血红血白》那本书里面有啊，和这个外面堵着的，就是围城堵着的共军士兵哈，他们是老乡认识的，都不能放他走。他明明知道这些人关在里面会被饿死，甚至被吃掉，但他就不能放他走。第二个例子呢，是大饥荒的时候，全国有足够的储粮，大部分地区啊，你只要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但是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放粮的极罕见极罕见。后来还有人把冒着生命危险开仓放粮的基层官员说成是共产党和人民同甘共苦，这是中共的性质决定的。中共的性质是绝大多数的地区绝大多数的粮仓没有放粮，
而放粮的极少数呢，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就是共产党要惩罚他的，这才是共产党的实质。为什么敢于为民说话的人或者是做事的人这么少呢？除了大多数人不值得为了牺牲自己当英雄以外，还有一个家人的后顾之忧，也是主要原因。因为中共一惩罚起来，就是连累整个家族的。如果你为民众牺牲了的话，你又连累家人，结果自己的家人都活不下去。所以呢，这里有一个这个民众自救的典型哈，我们来比较一下。安徽小岗村开始改革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全村18个人，18户嘛，其实18个人盖血手印，共同承担责任。就是说，打出来粮食丰收了，那么这个好办，大家都可以交粮食。但是如果干部为大家坐牢了，坐牢怎么办？大家养他的孩子。所以说是大家分担责任，这是一个承诺，这是一个用合同签下来的。说并不是说这些干部真的就这么英勇，这是全体小岗村的村民支持他们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地震当中哈，如果楼要倒了，人要跑，那么去给他们放行的这个人，他就不是简单的做好事，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就是违背中共的政策，所以他可能自己会有很大的危险的，他家人也会有很大的危险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哈，不能太指望别人当英雄。小岗村的农民他就是人人承担责任的，所以中国农民其实很多事情啊，他盖了血手印了，他就要承担。所以说，这才是后来能够小岗村改革成功的这个，这跟共产党没任何关系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是这个生命危险谁给他的？生命危险是共产党给他的。所以说，小岗村的农民他就人人承担责任嘛。那么，如果被封的这个楼群里面哈，楼里面的全体居民、全体业主都愿意分担责任，而且签下保证书来的话，那么也许真的会有领头人出现，也许真的会有这些英雄出现。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做的话，连英雄都不需要了。那么在中共统治下呢，这个我觉得哈，楼倒了去救人就是英雄，楼还没倒开门放人就是罪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人人都要争取自己的生路，就是你只有自己帮助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哈，就看时间哈，那个下面的时间呢，大家跟朋友们互动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哈。先讲一下，就是上次有两个问题呢，我没有回答，是我当时没看见。现在先回答一下哈。一个问题呢，是要改变关于移民政策，是不是只能等待民意的改变？其实还不完全是，因为很多政策吧，它是互相关联的，就是单独的一个政策哈。你怎么能确定民意能够改变这个政策呢？往往只能通过公投来改变，但是美国没有公投这一说。所以说呢，你不可能在全国性的选举当中列出一个移民政策，单独列出一个移民政策让大家来顺便公投一下。所以说呢，它取决于美国这个选举的总体和，就是你选举一个在整体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候选人，这点就很重要。就是说，持这种理念的人，那么他在投，比如说这个持枪权啊、边境啊这些方面呢，他是比较一致的。这时候呢就起作用。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呢，是选出候选人很重要，选举谁来当总统，当国会议员，这个很重要。至于说这个政策呢，你只要选到了合适的人当总统、当国会议员的话，那么这些事情呢就会慢慢的迎刃而解，它单独的很困难。还有位朋友呢问啊，请问美国精英多数都支持民主党，草根多数支持共和党，对吗？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但是大体来说的话呢，文化艺术、大学、学术界，大多数是支持民主党的，还包括高技术公司，就是说不愁吃穿的会支持民主党，
包括高技术，包括好莱坞，包括吃福利的穷人，他都是不愁吃穿的。美国穷人不愁吃穿的，最愁吃穿的呢是靠自己的工作，靠自己劳动生活的人，包括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他们是支持共和党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包括共和党的这个理念当中，就是小政府嘛，然后以私营企业为主，小政府低税收，那这些呢，就是对于靠自己的工作、靠自己努力生活的人呢，容易支持共和党，大概这个意思。真正说草根的话，就是最低的，美国有相当比例，我估计40%多是从来不交税的穷人，那他们当中可能有一部分呢，可能比较容易支持民主党，因为福利比较好嘛，他维持那个福利。好，那个今天呢，这是上一次的两个问题，好，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问题哈。有一个呢，有一个朋友说，恒河老师能预测一下俄乌战争的走向吗？俄乌战争是这样的哈，俄乌战争呢，现在有一个乌克兰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乌克兰有利的地方呢，就是赫尔松地区呢，他们把那个河两条河上的那个桥梁啊，因为它的这个轰炸能力现在很强。就是西方支援的武器啊，包括这个比较远程的那个火箭炮啊，和那个和大炮啊，还有一些就是定向的这个导弹啊，这方面比较强，所以他把那个桥梁上的，把那个河上的那个桥梁呢都炸了。这个呢，抢修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炸起来很容易，几颗炸弹扔下去炸了，你抢修抢半天，别人一炸你又得抢半天。所以说呢，现在呢，赫尔松地区，俄军呢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就是说这个是，乌克兰军队的一个优势，当然最后地面作战呢还是，不管怎么说吧，把后勤打掉了呢，这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我觉得，乌克兰收复一部分失地，就是，俄罗斯入侵之前的失地的话呢，应该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种战争不大可能哈，打到俄罗斯境内去，就是说，袭击后勤、袭击车队，或者是打这个，支援，发生袭击，这是可能的。但是呢，你要说是地面入侵，这个可能性很小。那关键问题呢，就是乌东地区，和这个克里米亚。我个人对收复克里米亚的信心不是太大。但是最终呢，他会收复一些失地。我相信哈，就是赫尔松地区可以收回，乌东的地区和这个，至少他们两个共和国那个比较困难，那个可能呢，最终，我想达成一个，因为他自己打了那么久也没打下来嘛，那已经8年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呢是，某种程度的，就是缓冲，就是。既不属于他也不属于他这种情况，克里米亚比较困难，大概我觉得发展下去是这样的，这个乌克兰现在的这个气势比较已经处于反攻状态了，这是没有疑问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一位叫坦坦的朋友说，请问老师，为什么苏联解体后会出现俄罗斯特色的民主模式呢？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将来中共解体后，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呢？谢谢。我觉得跟这个民族性是有关的，因为民主政体吧，其实它发展了很久。西方国家也有各自的民主政体，包括从这个君主立宪一直到这个美国式的民主。其实欧洲的民主和美国式的民主还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呢是真的有自己的特色的。而俄罗斯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国家，就是说俄罗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自从出了俄罗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以后呢，它就是一直在扩张，而且呢当时在欧洲呢
他就是个异类，就是当时在那个苏联十月革命之前哈，就是沙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比较异类的。很多欧洲人认为他们应该是亚洲人，觉得他们比较野蛮。那么所以俄罗斯呢，他有他那个比较特殊的文化，和特殊的这个民情民风。所以我觉得这个出现俄罗斯现在的这种民主模式呢，是跟它的民族性是有关的。就是虽然说民主自由这是一个普世价值哈，但是在具体的实行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民情相比较的。我觉得中国其实呢，要看的话哈，有一个最典型的新加坡，不是因为新加坡呢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政权，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就是台湾模式其实是证明了中国人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民主政体，而且中国人可以适应这个非常好的民主政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值得去研究的，就是台湾的民主为什么能成功。这个是我觉得是就是想在大陆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其实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就从各方面，从学术上，从这个运动，就是活动人士这个角度，理论和活动人士是两回事啊。活动人士是实践的，他是要去做的，理论他只要提理论，这几个方面其实都可以入手去研究一下。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信仰体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俄罗斯这个信仰体系跟他的东正教哈，就是他的这个政体，现在普京这个政体和他的东正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那个俄罗斯是没有信仰自由的，没有宗教自由，除了东正教以外，其他的话他非常多的不同的教派都被打成邪教了。那个俄罗斯这样的，所以他的宗教和他的这个政体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对俄罗斯我倒是没有特别的研究，我只知道就是他的这个过去民族性。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当年八国联军这个入侵北京的时候，俄罗斯就是军纪最不好的一支军队，军纪最好的应该是美军和日军，很奇怪的，美军和日军，美军大概不奇怪，日军是军纪最好的，德国军队纪律不太好，俄罗斯最糟，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有一个，习连任后疫情控制会放松吗？对，这就是我上次谈的了。我觉得有两个走向了，就是会不会放松，就是两个走向。一个是如果放松的话，那么现在的紧就是为了他的连任，但是如果说还有其他目标的话，你比如说为了备战，或者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对社会的控制，就是说能够应付以后的一些共产党碰到重大危机的时候能够这个控制住民众，那么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呢，就是不是说为习近平自己的连任，而是更长远的控制社会的话，那么他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但最终我觉得还是要放松的，只是说你不可能永远紧下去，再紧就会崩坏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大家都躺平了，因为你再崩下去的话人家只能躺平了，等到大家都躺平的时候，这就跟狼来了是一样的，你连战争都打不起来，因为人不可能永远是弦拉得那么紧的，那是要断的。这里刚才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谈了哈，疫情防控核酸是为了达到对民众的监控，这个是一方面了，一方面是这样的，因为中共是利用一切机会加强监控，所以每一个事件都能够使它这个加强监控变成常态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试验，或者是为了应付一个紧急情况，但是很快的它就把它常态化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越来越紧。我们这个可以从这个2008年的这个奥运，就是奥运当时是有一个维稳的，就是奥运的这个保安保，后来奥运结束以后，大家认为就可以了嘛？哎，他来了个奥运安保常态化。所以说每一次他都会把一些重大的这个
为了应付临时的这种情况呢，慢慢常态化，然后这个社会呢就越来越被收紧，这一点呢是肯定的。所以说核酸，另外一个核酸检测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利益集团。大家知道有最近爆出来的好像是六个核酸检测的这个公司哈，利润是160亿，这个真是这个太过分了。所以说这是有利益集团在的，当然这些利益集团都是临时组建的，因为中国本来没有这么强的核酸检测能力，到现在都没有。上次有个朋友说有这么大的检测能力，对，有这么大的收集能力，但是收集能力和检测能力不一样的，因为核酸检测它需要设备，需要有一套的程序，那套程序走出来，你说越快越好，所有的快速诊断试剂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准确。记得美国那个加州的那个著名的女天才，对不对？用一滴血可以诊断几十种病，这种就是完全就是在吹，就是说因为你当然若干年以后哈，再过100年以后，也许科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它整个基础达不到这个程度，更何况它是食品这个食管殡仪馆，那么当发现阳性的时候，这食管当中每个人要重做，于是呢实际上就是双倍时间了，就至少是2倍以上的时间，所以时间不是这样子计算发生的，就是所有的在数据上这个非常短的时间能够完成的东西，一到这个真的实践的时候，大规模做的时候，它一定会延长，效率一定会降低，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就像这个微软以前那个软件，最好的是 beta， 试验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一到这个大众化以后，它质量就要降低，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人生产产品可能都是这个避免不了的，其连任可能性有多少，这个不好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特别大的挑战，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永远不知道的，就是说你不大可能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这个赫鲁晓夫不就是还没出国呢，就是到别的地方去疗养了一下，回来下飞机的时候，政治局的人在那个飞机等着了，我们已经开过政治局会议了，把你给罢免了。社会主义国家什么事都会发生，它和那个正常的运作的民主国家不一样，它民主国家它就是不可能发生政变嘛，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变是可能发生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变的最大的难点并不在推翻某一个人，最大的难点是往往到需要政变的时候呢，这个摊子已经烂到了没办法收拾的程度了，那么问题就是用哪一种方法来收拾这个摊子，和哪些人来收拾这个摊子，只有在这两点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所以说其实当时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时候，这也是属于某种类型的政变，因为他毕竟是指定的，就不是接班人的话也是指，就是你怎么能突然之间把这个政治局常委给抓起来呢，这个就是某种类型政变。那么它的基础在哪里呢？基础在于不仅仅是华国锋本人，而是在于华国锋知道后面有一大批的元老在支持他，所以他们能够当时想的就是没想到改革开放嘛，至少想到的是可以回到文革前嘛，那这是驾轻就熟的，大家都知道怎么运作的，所以说难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不去说它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因为这个可能性你只要有一个小变化，1%的可能性就变成了完全可能了，你只要不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的话，你就没办法去预测这个连任。到目前看来他连任的机会是相当大的，就是说因为没有看到是他不连任的那些条件。四川地震怎么看？最近听到很多分析人士跟大坝这些联系在一起，这个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我不能去回答，我尽量回答问题是，或者是探索问题是探索我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触摸感，就是我可以 touch it， 就是有感觉了。这部分呢还有一个经济，我是没感觉的。这部分呢
稍微有一点，因为在农村也待过很久嘛，跟大坝的关系应该不是那么大，因为四川呢，严格的说，四川有从成都平原向上去的话，它是应该从地质上来说的话，那是一个地震高发区，就是说青藏高原因为很年轻嘛，才6000万年的历史，6000万年历史呢，就是说它突然间升这么高，所以它整个地质呢是属于非常不稳定的。你像这个美国的东部就非常稳定，上一次美国东部哪一个地方不是地震了一次嘛？结果几个州，都震得很厉害，其原因就是因为它这里地质非常稳定，它整个那个地呀，就像一块完整的一块那个巨石一样，所以那个地方震一下呢，就像打一个钟一样，打一个钟，咣一下，那个整个东部地区全都震起来了，是这样的。加州呢，断层多，它就，因为我以前在加州也待过嘛，那加州老地震，它就是地质比较新，断层比较多。所以四川本来呢是应该是一个地震高发区，但在地震高发区呢去修了这么多水坝，这个绝对是一个错误。但是哪一个地震跟哪个水坝有直接关系，这不一定。但是呢，如果在本来地质就不稳定的地方去建这么多水坝的话，因为它水坝多到了就跟梯田一样，特别是这些都是高海拔下来的这个水，就是说水的落差非常大。水的落差非常大呢，说明它地形很陡，地形陡呢，就说明这个地质很新，因为青藏高原这部分就是这个地质是属于很年轻的，那么就不稳定。那你如果说有个水坝的话，加重可能就会引起，但这方面我不敢去说哈，我不是这个专家，但是我感觉上这应该是一个原因吧，就至少在那个地方不应该修这么多水坝，那是地质不稳定的地方。普京的政权会稳定吗？另外，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地区，会不会不太适用于中国？毕竟美国现在都非常分裂，美国才3亿人。我个人倒是觉得跟大小的关系不是特别大，就说一个制度和当然你可以说就是联邦制，其实联邦制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美国不管怎么说，它维持了200多年吧，还是比较稳定的。台湾的经验呢，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其实当年就是国民党在中国的时候，中华民国的时候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指导思想，不是国民党的，是国民党之前了。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指导思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有建国的纲领啊、方针啊、政策啊那些都没有。那时候就是北洋军阀嘛，轮着当，北洋系的人轮着当总统。其实那10年呢，中国其实在无论在文化上，在甚至在理论上，在那个科技方面，甚至在这个企业方面的发展，工业发展都是最快最好的。甚至包括在这个就是言论自由啊，就是各种自由方面都是发展的最好的。后来是共产党把它说成是军阀混战了什么之类的。其实呢，北洋的10年是相当不错的，人家也没有什么，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中央政府的话，中国人其实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倒往往是出问题就出在中央高度集权以后，他犯了错误没办法纠正。所以我觉得当时看了一个电影，挺有意思的。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叫《活着》嘛。《活着》其实就是讲一代不如一代嘛。满清到后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北洋，然后到国民党，然后到共产党，他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当然你不好说了，因为满清这个，有人说满清后来这个宪政改革如果成功的话，他也不大会成功。他如果有希望，不要宪政改革，他就能维持下去，他肯定会这样做。所以事情发生都是以后事情后来发生了，然后人们再去总结它，总结很多东西。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是不用去担心，采取什么制度的，只要没有共产党，怎么都好办。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就像那个，就像对中华民国刚刚
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其实南方嘛，主要是南方各个省自治嘛。最早的时候起源于，东南互保，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东南互保，那就形成了一个趋势。后来就是，各省独立，就是南方各个省独立。虽然，所以在北伐之前哈，在北伐之前，其实中国的整体的状况是比较好的，我个人觉得是个比较好的状况。将来是采取哪种模式的话，你没有共产党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坐下来商量，包括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集团。其实政治吧，本来就是一种 compromise， 就是一种妥协。就是你不要想老把别人吃掉，如果不吃掉的话呢，那就是商业上就讲有钱大家赚。在政治上呢，实际上就是妥协，用各种让步，或者是联合各种方式来达到一个平衡，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平衡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最理想的。至于采取什么制度、什么方式，我倒不觉得现在我们需要去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怎么来说的话，总比共产党统治要好得多。就像清朝推翻清朝的时候，可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特别的建国纲领，就是提出来了，可能那个当总统的人也不会照那个做，他自己有一套想法，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也挺好。大家还记得天安门六四的时候，那个北京人自己管理自己管理的多好啊，比共产党管理好多了。所以说不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担心中国真的是这个当共产党倒台以后采取什么社会制度，我觉得这个暂时至少我个人不担心吧。年底前啊，最后一个问题哈，不是，刚才还有一个美国现在分裂哈，美国分裂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真的是跟共产主义思潮有关，就是这种极左思潮和极左的一些agenda， 极左的一些路线或者极左的政策是在造成分裂，就是当然现在大概也只能这样子了，但这个我觉得还是跟人多人少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俄乌战争年底会以谈判方式结束吗？这个其实是能不能以谈判方式结束啊？我觉得是取决于俄罗斯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因为乌克兰是乌克兰它是因为反侵略战争嘛，所以说它可以坚持下去，只要后援不断，它就可以坚持下去。但俄罗斯呢，它是要在自己不能够继续坚持战争的情况下，就可能坐下来谈判。年底可能不见得，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再超过一年，可能就得坐下来谈。至于是不是年底，这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变动的因素太多。因为现在已经九月份了嘛，那到年底也没多久了。但我觉得一年之内应该可以结束战争。OK， 好，没有问题了哈，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哈。那还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觉得我这个，大家可以给我提一些建议，因为这个方式呢，我也是第一次做。以前呢，做那个广播，我有 call in 的节目，让大家打电话进来，那个是十几年前，那个主要呢是让人家打电话进来跟别人谈。那这个视频直接对着讲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家可以给我提一些建议。这个直播和互动呢，就是一个观众朋友提的建议。我一看，哎，这建议挺好。他是觉得我订阅量太小了。订阅量太小，我倒不在乎。我觉得只要有人能够看就行。所以呢，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给我提一些建议。当然了，别忘记订阅、点赞和转发。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